想不想吃霸王餐？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哎，给钱啊！给过子。今天花了多少钱？我转给你吧。我有一个很有边界感的按钮，你怎么转钱给我了？前几天我妈来一起吃饭的时候花的钱。哎，给你。每次吃饭都是主动一千给我。对了，这个月的房租发你支付宝了。哎，这怎么多了200？水电燃气啊，不想占你便宜嘛。我感觉相比恋人，我们更像是大伙过日子的朋友。我们要一直这样吗？嗯。立夏，不管是吃饭、出去玩、交房租，甚至是见家长，我们都要 AA。我不想你分得这么清楚。我希望你多依赖我一些，我也愿意为了你付出。我不想我们显得生分。可是他们不是说谈恋爱不能只花男朋友的钱？我也不想让你有这么大的压力。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女生，不想总是依靠我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开个情侣小荷包，未来我们做的所有事。这么幸福，可是。